你干啥了？干你干啥呢？啥呢？啊？你干来，过来，我看看。你看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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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看。你看这床上弄的，哎，跟拌了个凉菜似的。过来，我看看。来，你出来，出来，我看美不美。我今天上午去跟我姨去医院去检查身体去了，然后我们家孩子自己在家呢，当时就是因为去医院嘛，就没让他跟着一起去，然后自己在家待了一上午。我回来以后给他带了一份那个饺子，刚吃完，然后吃完以后他自己在这儿，就是给他买的新衣服自己换上了都，配了一套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是你自己配的哈，我看看。走走，配了个靴子。这鞋你啥时候给我刷的？我前两天就给你刷好了。哎呀，就这头太乱了吧，在家躺了一上午。我回来的时候在家躺着呢，刚穿上衣服。饺子吃完了吗？没有。啊，没事，放那边，待会儿我收拾。待会儿我都把屋里头都得收拾一下。好啦。你得散着头发呀。来，走一个，扭一个，扣子都扣错了。谁扣错了？好了，来，走一个，从门口走过来啊。我看看，走一个。明年妈妈准备去给你报那个模特班。我一站模特上面我就害羞。有啥害羞的呀？多走两步就好了。你那走几步，我看看，从门口走过来啊。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走啊，没事儿，不用害羞，脸皮得厚点儿啊，走，走啊，这是你自己搭配的哈，还知道把裤子脱掉，挺不错嘛，小孩真的长大了，你自己在家，你有没有哭呀？今天哭了，为什么呀？就是。我在家没啥看的。没事儿，没电了可能，你就讲就行，怎么回事？就是在家，手机我一直看一直看，不是没啥看的吗？我总是那样问他，问累了之后我就下载一个抖音，然后直接看，看完了我就删了，之后呢，我看到人家那些的就看哭了。哎呀，看到人家的拍的视频，看哭了，挺好啊。想我了没有？想妈妈了吗？以后妈妈就不让你自己在家了啊，因为我去的医院，太那个了，医院里头细菌太多，病毒太多。啊，你再走两步，走两步，走。走，哎呀，你这走的跟唐老鸭似的，哎呀，来个飞吻，什么飞呀？飞吻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读。害羞了。明年妈妈一定让你从明年开始必须学模特，行不行？砸锅卖铁都让你学啊！要贴贴舞，贴贴舞。拜拜，拜拜。